现在的孩子不相信月亮有小白兔，功课与电脑使他们不再听古老的神话。当高楼大厦遮挡了古老的月亮，就站在科技界，让你的孩子知道古老的神话源自何方。月亮圆，月亮圆，月亮照在我的家，没有春夏秋冬的家，流转千年。月亮圆，月亮圆，月亮照在我的家，没有春夏秋冬的家，流转千年。Yeah!